神童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了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神童可不一般，他的名字叫做苏留义。他在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上高中，十岁的时候就参加高考，成为了那一年里面年纪最小的高考生。后来上了大学之后，苏留义怎么样呢？如今现状如何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神童苏留义的人生。点个小赞养成习惯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苏留义出生于山东泰安，他可是一个零零后，出生于千禧年。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？是因为苏留义的爸爸姓苏，而妈妈是姓刘。当时苏留义出生之后，父母就盘算着应该给他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。后来一合计，觉得苏留义这个名字就非常不错，于是就定下了。苏留义的父母不是什么达官显贵，也不是学历很高的精英，他们都只是普通的上班族，靠着每月固定工资生活的打工人而已。要说这对夫妻俩到底有什么不同，那可能就是对待儿子苏留义的教育了。因为夫妻俩一直都很渴望有孩子，而苏留义出生之后，夫妻俩的生活重心自然也就放在了孩子身上，以前的娱乐活动都基本暂停，围绕着孩子的事情就变得多了。在苏留义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，母亲就开始教苏留义认字了，因为父母都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所以在教苏留义的时候很有一套。所以在苏留一岁多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接受知识，并且开始了神童之路。别的孩子可能三岁的时候就要去上幼儿园了，开始学校生活，但是苏留义不同。苏留义的父母选择亲自教学，在苏留义小的时候经常就是坐在书桌前，然后母亲就把小学的课程提前交给了苏留义。而苏留义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非常快，其实小学的知识对于他来说都是小儿科，有些题目基本上看一遍就懂了，数学更是出色，很懂得举一反三，所以小学的课程一下子就学完了。只有些文科，像语文这些需要背的，苏留义花的时间比较久。后来到了七岁的时候，苏留义就已经是初中水平了，但是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也没有接触过学校的群体生活。苏留义的父母觉得这不利于苏留义的成长，所以就开始计划让苏留义去上学了。神童苏留义出生于山东，从小就开始自学课程，七岁时已是初中水平。苏留义的父母发现现在苏留义的情况就非常尴尬，年纪又只有七岁，是普通的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，但是苏留义现在懂的知识已经是初中了，还去上二年级的就完全没有必要。可是当时苏留义的父母跑了很多家学校，学校都是希望苏留义能够按照规定读二年级，不允许跳级。后来还是苏留义的父母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了一所学校愿意让苏留义入学读五年级。不过苏留义好不容易上了学，但是他却出现了很多问题。首先就是他不愿意认真听课，因为五年级的课程对于苏留义来说确实是非常小儿科，而且老师上课的进度很慢，苏留义根本就适应不了。苏留义在上课的时候就经常捣乱，所以老师非常头疼。后来班主任还是请来了苏留义的家长，老师对着苏留义的母亲说，苏留义现在的水平完全可以去上初中，在这里耗着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建议苏留义退学然后跳级。因为苏留义在学校实在是格格不入，所以没办法，母亲还是带着苏留义回了家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一些伤脑筋了，有哪个中学愿意接收苏留义呢？苏留义的母亲又开始来回奔走，开始为苏留义找中学，但是一般的中学都觉得苏留义的年纪太小，不管去哪个班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，不利于集体，不愿意接收。但是好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所中学愿意接受苏留义，不过必须要进行一个学前测试，检测一下苏留义的知识水平，看看够不够格上初中。这个学校的权威老师亲自出马给苏留义出题，校长发现苏留义的理科非常好，初中的数学物理题目很快就能够做出解答，然后文科也背得非常熟练，所以校长就破格录取了苏留义。后来苏留义就在这所学校里面开始上学，入学没多久，苏留义就给学校争了一个大光。当时是全山东省举办的一个奥数的竞赛，苏留义当然去参加了，这是他的强项，没有想到直接拿了一个省级的一等奖。这一下学校就开始着重培养苏留义，专门打造了一个专业的教学小组，给苏留义一对一上学。就这样，短短两个学期，苏留义就学完了初中的课程。这在其他人眼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他确确实实、实实在在的做到了，所有人都很惊奇。神童苏留义七岁开始上学，他的知识储备远远超过了同龄人。八岁是别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三年级，而苏留义已经开始学习高考知识了。这个时候苏留义的名气在泰安已经很大了，人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小神童，所以高中的学校就非常重视苏留义，也学着苏留义之前初中的学校给苏留义最好的老师，让苏留义能够接受一对一的教学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苏留义没有过多久就把高中的课程都学完了。后来苏留义就回到了家里，只等来年高考的到来。在家里的这段日子，苏留义在干什么呢？他可没有闲着，他开始提升自己的编程技能，因为他七岁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而他也开始对软件编程非常感兴趣。在家里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自学这些技能，最后成为了一个电脑高手，会自己设计网站，会编程。而且不仅仅如此，他还在这段时间里面着重培养自己的生活技能，之前需要妈妈照顾，而这段时间已经会自己做很多事情了。
后来参加高考的时候，苏留意正好10岁，当时可是非常轰动，很多电视媒体都在考场报道。后来苏留意也以566的理科成绩完美交出答卷，不管去哪里上学就成了一个问题。按照苏留意的分数，很多大学都随便他挑，不过最后他选择去读了南方科技大学，因为这所大学在深圳，毕业后可以直接在这里做软件类的工作。而且因为这所大学是新成立的，所以面对苏留意这样的神童还不要学费，每年有10000的补助，所以苏留意就入学了。不过后来的苏留意并不是很适应大学生活，同学都比他大很多，他很孤独，也没有朋友。而且苏留意在上课的时候难以集中注意力，没法听讲，所以苏留意的状态也就越来越差了。后来期末考试的时候，苏留意考试都没有参加，就直接回了老家。当时还有传言称神童是被开除了，不过后来学校辟谣说苏留意只是回家调整状态，不是退学。从此之后苏留意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新闻了。那么如今的苏留意又在哪里呢？如今的苏留意也差不多21岁了，听说他在老家找到了工作，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，工资待遇都非常好，家里人也很满意，相信以苏留意的大脑，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，他都能够完美胜任。其实这么小的年纪过多的接受了很多知识，会失去了童年的天真，而且也会造成其他方面的缺席。揠苗助长不可取，也不能够急于求成，不然会造成反效果。你觉得苏留意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中留言讨论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就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